解拥抱丝路目前人在新疆，这个自古以来呢可以说是军事重镇，但是风景真的是美。走了，这个团队我们今天来到新疆一个地方叫做奇台县，那奇台县附近有一个古城的遗址，这个古城的遗址就是在东汉时期曾经有一位将军率领了数百名将士抵御了匈奴两万名铁骑，这个地方叫疏勒城，我们想要来这个地方拜访看看。But yeah, it's beautiful. It is beautiful up here.在林一杰和白冰跑步的同时，团队的其他人来到附近的风景区考察当地的风景人情，也是丝路探险的一部分。以上是中天新闻叶昌林、林有成、傅嘉欣在新疆江布拉克疏勒古城的报道。